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最终号，咁今次继续剧情啊！上次讲到嚟到始皇市之后咧，就遇到呢一个三位劲敌啊！咁三位劲敌咧就随即要求咧就要嚟个四伤啊！咁就顺利咁打赢咗四伤啊，唔系顺利打输咗，系啦，好顺利咁输咗啊！咁但系都依然过到关嘅。咁依家要过去嘅系咪应该系狩猎区入面咧？啊，唔清楚啊！但我哋都，咦，隔篱呢个咩地方嚟噶？呢个系钓鱼噶系嘛？唔知咩 city 野生原野区，咦？佢隔篱嗰个应该系另一个地方嚟嘅。好，我哋先入咗呢一度先。哦，都系照样都系用呢个狩猎区嘅形式，即系譬如用晒精灵球就冇嘅，入面有袋龙嗰啲又啊。哇！屌有呢只嘢入边嘅吓，屌有你喺入边嘅呢只马飞定乜鬼嘢？叶草石啊，我谂叶之石应该系。好，呢个咩啊？大保養冇咩特別啦，廢列托斯啊，哇呢、這個勁喎、啊，呢啲其實都勁喎、啊。其實如果啊、欸、命玉嚟喎頭先嗰粒，其實如果咧我可以轉隊伍嘅，其實我可以轉隊伍嘅，但要成隊換咯，即係我唔可以八十零咧，跟住又撚只四十咧，因為四十咧嗰只會好難升咧，啊唔係應該係話。佢喺隊伍入面冇乜貢獻啊！大家都知道呢隻 game 有幾難玩噶啦，所以咧其實你爭一個人嗰個能力咧就爭緊啲噶啦，成隊。好呢度攞衝浪係嘛？係攞衝浪 HM 零三，使唔使學啊？都係要學喎、啊，都係要學嘅話，其實有啲麻煩喎、啊，因為我哋嘅河童，我哋嘅河童雖然。我哋嘅河童虽然可以学呢个游水啊，但系咧河童如果打双打咧，咁呢招游水就会变得麻烦少少。但我哋都照学啦，冇计啦，冇得唔学啦。因为我哋依家诶啊系，因为我未有浅红道馆喎，我未有浅红嘅头先个假牙，跟住可以走啦呢度，定捉一捉嘢，不如试下捉一捉啦，撞一撞睇下有冇啲咩特别想用嘅精灵啦。嗱呢只吸本小丑哦完啦。咁快手完啦，好呢、這个咩人嚟啊？咦、欸，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系嗰个捉虫少年喎、哦，系嘛？哈马鲁就系嗰、那个嗰阵时小智第一集嗰个人啦、啊，系咪咪？头嗰几集喺呢一个上半森林遇到嗰个人啊，唔系系咪上半森林？系啊，上半森林、哦。佢中意格斗系嘅精灵、哦，诶、欸，佢唔系咩嚟嘅咩？我谂你咧唔相信我，但系咧我会咧展示俾你睇嘅。如果你想要啊 ，What do you think？ 可以同佢打、哦。好，我哋嚟睇下佢有啲咩嚟。佢唔系昆虫，诶、欸，忍者咁、哦，真系。哦，原来嗰个假嘅系嘛？我中意系我双打、哦。咦，唔通系格斗？即系全部都系格斗系类型嘅。哇，喺呢度有啲麻烦，我出去降咗先。呢度我哋出个隔篱嗰只怕飞行哦，呢只格斗系好。睇睇啦，杀唔到添啊！阴公重锤，跟住就用呢只啦，火把喉，普通飞行技啦 ，close combine 啦，近身拳击都打唔死喎、啊、不过可能系 level 差距啦，冇办法。哇，佢咁劲嘅大佬，一拳打死我，点做到噶？你究竟呢度用超能力啦，呢招啦，打呢只。不过都啱嘅，佢都系格斗系哦。Mega 进化流星拳，大佬会唔会屈咗啲啊？朋友，呢度我哋用用料车落去，跟住 fake out 只卢卡先。但系卢卡系咪有精神力嗰啲啊？我冇得，我几惊有精神力啊！呢度用用料打呢边，呢、這个就 not off 冇用啦，佢 Mega 进化咗啦，已经。我哋个 set 技 set 水。中好波啊 ！High jump take，OK OK， 有冇机会赢？哇，难啲喎、啊，又有一只劲嘢喺后面，嗰只红嗰只熊猫狮子喎、啊，啊唔熊猫熊猫嘅格斗系嗰只舞蹈红狮系嘛叫做？嗯，冇啦，都系用料啦呢度，用料呢只啦，跟住我呢度用，哇，冇得打喎、啊、真系。点打一冲水死晒喺度，黐线噶，唔使担心啊！我会俾一个好劲嘅精灵俾你嘅。佢话如果赢到赢到，诶唔系，佢俾咗我咯，已经系功夫熊猫嗰只系，
唔係咪就係頭先講嗰只咩舞蹈紅絲？哦，係喎，佢俾咗只，俾咗呢只我喎。喂，佢固定5V但一速嘅個速度有啲差喎，但係唔緊要啊，呢度我未必用啊，其實。到時如果真係要用嘅話，我先再拎出嚟啦。因為其實真係好難講，我會用，好難再插入一啲新嘅精靈入去啦。我嘅話有啲難度。好，依家打管主啦，應該係打一打管主，睇呢個咩級數嘅管主先。照道理啊，毒系精靈啦，唔係毒系精靈咩？係啲超能力嘅大佬。鋼雀啦，咩嚟㗎？Mega 進化？落雨喎，Mega 進化。先磨我爪先。超能力 OK， 超能力都好玩，可以。哇，打唔入喎，完全打唔入喎，不過 OK 嘅，拎得住啊，都仲暫時。超能力。哇，食藥！你可唔可以加火啊？竟然食藥咁久。佢都超能力。喂、哎，仲有得贏啊，都 OK。哇，好難打呢度。会不会难打得滞啊？同埋我发现呢一度系做紧啲咩？呢个大针锋同埋呢一个铁汉勇又做紧啲咩喺度？吓，84咧，照道理就呢度三只要练啦。咁我哋派出嘅系降海鸦啦，因为我仲未搞清楚佢咩管主毒系啊嘛，系嘛？唔系毒系咩？点解咁多超能力嘅？预知未来，好。OK， 第一又系超能力系，后面嗰只咧，副敌又系超能力，我仲要 Mega 进化啲我杀到，好呢只死啊！哇，降海鸦秒晒，可以几犀利啊！降海鸦真系，系啊，真系 OK 嘅，85、84 OK， 继续用降海鸦清住先，呢度继续加攻，咦佢加咩啊？哦，佢卷用个招。呢啲蛇形嘅精灵专有嘅技能，咩卷啊？唔知咩卷啊？嗰招打死佢啦！咩嚟噶？下只穿山王，穿山王继续呢招啦。OK， 呢只继续啦。好用鋼雀太劲啦！唉，不过系正常嘅，要拣啲劲啲嘅宠，如果唔系真系卡到不得了。呢度转只转唔转好咧？谂下先，转只超能力好唔好啊？唔得，转只河童出嚟啊！哇，黐线，会否太痛呢度？呢度用你要打只肯泰罗，呢度用 fit out fit 只高斗猫，都打唔死嘅，不过唔紧要啊！啊，依家冇落雨喎，系冇落雨唔够快咁样，系咯，应该唔够快。自道系咯，唔够快。唔紧要啦，继续打。Close combine 左边。OK， 得，搞掂。85咧，好，翻回血啦又。好，就嚟到呢一个管主前面啦。哎呀，但系睇落似系超能力系喎呢度，超多超能力宠啊佢。你个哇，呢度啲技全部唔啱用，全部打唔痛佢喎。都可以試一試嘅，普通石，但佢哋岩石系喎，算啦，都系用呢只啦，格斗系，但系佢有超能力，預知未來，先攞鋼翼打呢只太陽 ，close combine 右邊 ，OK， 哇，預知未來 ，OK， 得，到啦，下面嗰個可以唔打嘅。呢度應該就雙打啦，我相信，所以我哋先咁樣派出先。這個陣咧，其實幾好嘅，係爭在冇落雨咗。我哋依家有落雨咧就 perfect 啦。嚟啦，管主，又係呢一個阿吉啊，應該係毒系嘅，但係唔知點解超能力喎。好似你啲咁嘅僆仔咧都想挑戰我係嘛？你呢個諗法咧真係笑死我，佢就咁講，非常好啊！我會話俾你聽咧，真實作為忍者大師嘅技巧啊！毒藥帶嚟厄運啊！睡眠咧令敵人咧無助啊！對逐漸蔓延嘅恐怖咧感到絕望嘅毒系精靈啊！啊，你點解佢又係突然之間又係毒系嘅？明明之前嗰啲超能力嚟噶，單打定雙啊？單打？咦有咩噶？有極巨化好。
有極巨花，呢只係蠍子怕地面係。蠍子怕地面，我哋先嚟個咩？哇，毒釘，但唔緊要啊，冇問題嘅。再放毒釘，其實毒釘依家變咗，咁我哋用飛行咬。哇，係啱啱好，佢挑撥我啱啱嗰下，我咁啱即刻換咗。哇，睇佢食藥喺咁喺度，冰牙。耿鬼，咁耿鬼相信应该会有雷技，但我哋都可以照行住先嘅。我咧应该有雷技嘅佢。如果有雷技，其实我哋可以选择用极巨飞，系啦。极巨飞，但系应该可以快过去一下，我觉得。极巨飞啊，系啊，试下俾干掉华士呢度。佢用 mega 进化，系啦，佢有十万伏特。咁呢个极巨飞即刻加速。灰尘山，咁灰尘山嘅话，我哋可以再用极巨飞，系啦，吸收拳，我都唔够快呢度，呢只好似系烂泥啊，烂泥，咁烂泥其实都可以继续用极巨飞啊，极巨飞，佢都极巨啦，呢只要，哇，打唔入喎，我打唔入佢应该系话，呢度用用料啦，系啊，自杀埋得啦又 ，OK， 食果实。烂泥，烂泥，我哋可以直接用超能力嘅，其实啊，唔系佢恶系嚟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我哋爆炸喺度，哇，呢、這个爆炸咁高伤害嘅，黐线，跟住呢个 fake out 搞掂，仲有咩噶？蜈蚣，咁蜈蚣可以直接用咩噶？set 水，哎呀，好在顶得住，诶、欸，呢度佢用加速，但系我哋有先制技能。哇！佢啱啱系咪先制咗嗰种嘢哦？哇！一踢过啊！咁其实呢个毒系咧，可以话系真系对我嚟讲相当之简单，因为我嘅干料咧，我嘅降海压咧，完全系可以压制住佢面对面嗰度啊。同埋我知道佢紧鬼一定有十万伏特，所以咧喺嗰个时候极具发秒嗰紧鬼。咁同埋咧，加上我嘅降海压有两次嘅魔爪啦，攻击力咧亦都有提升到，所以其实系几好打嘅，系啊，几好打。這個、呢一个可以俾你咧用呢个游水啊喺出面攞走呢个啦 ，TM 零六系剧毒啊，啊剧毒。呢、這个秘密技术咧大概有四百年嘅历史喎，佢就话个毒药啦，个剧毒啊。当精灵受到呢个剧毒咧，佢会越嚟越痛苦啊。這個、呢个咧会随住咧不断战斗咧而继续加剧啊嗰个剧毒啊。佢一定咧可以咧吓到啲敌人喎，佢就咁讲喎，剧毒喎，剧毒系真系几劲嘅吓，嗰啲魔啊，即系嗰啲盾形用剧毒系真系几适合嘅。OK，